十三届全民会长杯羽球锦标赛开幕典礼，典礼开始，恭请理事长吴怡伦女士致辞。我们台前的各位长官跟贵宾，所有的教练，所有的家长跟所有的裁判，所有的小朋友，大家早安。好，好，我讲话之前呢，我要先介绍一下我们台前的贵宾。好，那我先从我左手边开始介绍。那我们左手边这一位呢，现在台湾羽球成绩可以这么好呢，就是因为我们中华羽协有位非常年轻又非常帅的理事长。来，我们掌声欢迎中华羽协张国作理事长。好，下一位要介绍的呢，是我们全民羽协，这个比赛就是全民羽协办的，我们全民羽协的荣誉理事长吴俊彦。好，接下来我要介绍的是这一次比赛的赞助公司。这一次你看，我们有漂亮的纪念衫，很漂亮的背板，还有你们打的球，都是由胜利公司赞助。我们欢迎胜利公司周总经理，然后也是我们胜利公司代表。好，下一位呢，是我们中华羽协秘书长李佑龙。好，再来右边这一位呢，很重要，我们今天可以在这个场馆比赛，那因为廖董事长借给我们办比赛，所以我们把它变成24个羽球场。那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廖董事长。好，下一位是我们全民羽协的副理事长蔡明哲，蔡副理事长。好，还有三位呢，是非常支持我们羽球运动的校长，来，长春国小詹义正校长，滨江国中林福昌校长，滨江国小陈昌志校长。也都很会打球，有机会可以跟他们挑战。好，那介绍完前面的贵宾呢，还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次比赛呢非常辛苦的工作人员。那我们就请所有的裁判，我们的蔡妈，还有拉希，对，跟大家小朋友挥挥手一下，对。没有他们的帮忙，今天比赛就很难办成。好，那今天我们很荣幸可以在这边举办比赛，第一次在网球中心举办这么大比赛。你们有在24个场地同时比过吗？有没有？没有，这应该是台湾第一次在这么大的场地比赛。好，这个去年是我们举行世大运的网球比赛，是一个国际场馆。好，所以要珍惜可以在这边比赛的机会。好，我们全民羽协呢，今年成立20年。这一次呢是第13年举办全民会长杯，这一次的比赛也是历年最多的，今年共有2800个人比赛。前面3天是青少年组，最小的组别几岁？9岁，哈，从9岁开始办。最大的组别，礼拜六、礼拜天大人来比赛，最大的组别几岁？你们知道吗？3个人加起来220岁。好，因为他们年纪比较大，2个人双打跑不动，所以他们可以三个人对三个人。好，最大的组别220岁。好，所以羽球运动呢是可以从小打到大，也可以不分男女。好，那我们全民羽协就是致力在青少年的羽球推动跟全民的羽球运动。看到这种场面，我们非常的兴奋。因为在场的小朋友有许多都是未来的戴资颖，都是未来的周天成、王子维，对不对？在未来的时间共同努力盖一个羽球中心，好不好？再一次代表
全民羽球发展协会，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是20周年，我们会把这条路继续走下去，让未来台湾产生更多的世界级选手。祝福大家，希望大家永远保持健康，希望小朋友继续加油，好不好？谢谢。今天很高兴可以来参加我们的这个的开幕式，那看到很多小朋友非常精神抖擞，就我想到其实理事长也是从国小四年级就开始来参与羽球这个活动，那一天我看到现在的羽球已经往下扎根到从国小一年级就开始有在参与这个社团的羽球的活动，我相信我们未来一定会成为我们中华民国的所有的运动最多的人数，我们会成为我们中华民国的国球。是在这里我要特别以个人来感谢他们对于这个羽球界的付出，谢谢他们的家族。另外就是我个人是经营松山运动中心还有万华运动中心，这个场馆是当时几年两三年前要标的时候几乎没有人要来标，后来我们来投入了这个场馆在去年接管的时候才知道里面的问题重重齁，所以到现在还有很多问题待解决啦齁，包括各位今天非常抱歉齁，各位来这边比赛是第一次举办这么大的比赛，当然从这一次的比赛当中也让我们借鉴，能够知道我们的缺点在哪里，我们会一一的改进。比如说包括我们这个窗帘已经做一半了，因为玻璃破掉所以停在那边，还有饮水机的问题，还有餐厅的问题未来这里会有美食街，会有全联超市，会一个多角化的经营未来我们也希望中华民国羽球协会也可以来这边办。当然刚刚我们吴荣毅理事长也讲说这里最好是做羽球场，对不对？我也希望，因为羽球人口是特别多，我们也在争取说多改几面羽球场，甚至于就好像我们这个吴荣毅理事长讲的，我们能够把它改成网羽球中心这个是我们共同来努力。那祝大家成绩优良，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谢谢廖董事长。好，那我先问第一个咯，全民羽协呢，就是我们今天办这个比赛全民会长杯，今年是第几届举办？你来，第13届。好，来领一个奖品。我们女子单打世界第一名是谁？好，我们跳后面一点的戴姿颖。好，恭喜答对哈！我们赠送胜利高级毛巾一条。全民会长杯，年纪最小的，好看，1、2、3。来那一个，蓝色衣服男。9岁。继续加油！1、2、3、4、5、6、7、8、9、10。好，谢谢大家。我是中华民国羽球协会第13届的理事长，我叫张国作。今天很开心能来参加我们2018年。会长杯的开幕式，那在会长杯，在我们的名誉理事长吴理事长及现任的
我们的宜伦理事长的带领之下，今年参加人数竟达2800人，应该是创下我们中华民国羽球的所办的赛事最多人数的一个赛事。那自从3月19号当选了第13届的理事长以来，我们这边协会致力在选手的所有的他们的一些福利，还有他们我们要帮他们准备，让他们无后顾之忧，他们所有的包括他们的交通，包括他们的住宿，我们提供最优质最好的服务给选手去争取更好的成绩。那再来我们也极力来推广我们的3级的国小国中高中的基层扎根的计划。那在未来我们希望羽球能成为我们中华民国的国球。再来我们也希望可以举办更多的国际赛事在台湾，我们希望政府能大力支持我们来新建我们一个标准的国际的赛事的场馆，这是我们的所有的羽球的人由衷的希望。那在未来我相信我们羽球自从我担任以来，我们的成绩应该是说有史以来应该是最好的，我们亚运得到1金1银2铜，这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成绩。那我也希望我们一起努力，把让台湾因为羽球可以让世界可以看见台湾。谢谢大家，谢谢。好，大家好，我是全民羽球协会理事长吴宜伦。那今年全民羽球发展协会今年正好满20年。那20年前是由我的爷爷吴文达先生所创立的。那后来交给吴志扬立法委员，然后再交给我父亲吴俊彦先生。那我在去年的年底接任。那全民羽协其实一直致力在推动青少年的基层羽球的发展跟全民的羽球运动风气。所以在我们在创立全民羽球协会之前呢，就开始举办青城杯的这个羽球运动。那从几十个人参赛到今年47届，已经有将近4000个人参赛。那因为青城杯它没有青少年的赛事，那为了推动青少年基层羽球运动的发展，我们后来就创立了所谓的全民会长杯。那主要就是希望有更多的羽球交流，然后可以让青少年来磨练。所以这次的分龄赛我们从9岁开始，那9岁到14岁，因为15岁之后他们开始要进入所谓比较竞技型的赛事。那这边就后面的部分就由羽球协会这边来接手举办15、17、19的分龄赛。那今年的青少年人数也创历年的新高，今年参赛人数就2800人，那扣掉社会组青少年就有1800人。那以羽球我们目前台湾的成绩，戴资颖、王子维、周天成这么好的成绩，相信对我们基层的羽球运动小朋友啊选手其实都有非常大的激励。那也希望我们这些青少年可以跟上这些世界之星的脚步。那我们全民羽球会继续努力来协助，不管是台湾的羽球运动发展，或是更基层的小朋友他们的羽球兴趣的培养。那也希望我们可以鼓励老人家，除了青少年之外，可以鼓励老人家，像青城杯最大年纪的参赛选手就到98岁。那希望羽球可以变成台湾的国球，那可以不分年纪，从小打到老，然后不分老少，不分男女，希望大家都可以热爱羽球运动。那今年第一次在网球中心举办，其实台湾比较可惜的就是没有一个非常大型的羽球场馆。那台湾的羽球人口目前已经有200万人，对，那我们非常羡慕有网球中心这么棒的场地。那当然羽球比赛在网球中心举办，其实可能民众有点不了解，一个网球场它就可以有6块，就可以把它铺成6块羽球场地。那羽球的人口其实是网球的非常多于网球非常多，对。那所以我们也希望政府可以给我们更多的协助，那可以在台湾有一个国际赛事的羽球场。谢谢大家。
九女单长春国小郭红莲女士以前。第24场地主赛。
三步五十，游日昌、陈梅如，席次第23场地。冠军，梁金峰，范元军。
好，谢谢，恭喜恭喜。好，谢谢。上届第六了。来，恭喜。谢谢。你现在也离开了学校了？还没有，还没有。太强了！太强了！好，好，谢谢。其实我们今天这个参会综合了非常多的目的，当然第一个是要庆祝我们中华民国全民羽球发展协会今天满20岁，对，还非常年轻，希望有未来很多个20岁。然后呢，还有我们今天就是我们的全民会长杯今天圆满落幕。那落幕之后，我们要非常感谢我们的辛苦的工作人员，所以我们今天有一半以上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跟大家挥挥手。好，除了工作人员以外呢，我们还有另外4桌是来自我们外国的球，不能讲外国，就是我们其他国家的球友们。我们有香港队的好朋友，香港队的好朋友在哪里？好，我们有北京队的好朋友，我们有澳门队的好朋友。还有没有？那首先要介绍的是我的父亲，最可爱的，我们荣誉理事长吴俊彦先生。你好像要选举一样。好，再来我美丽的妈妈李淑美小姐。好，然后我们全民羽协非常资深的副理事长，我想在全民羽协我应该算一算，我想一想，我好像是最年轻的。我们介绍我们蔡明哲副理事长，还有夫人吴丽华，也是我们这次纪录组组长。好，再来我们的蔡珍珍老师，蔡珍珍副理事长。再来我们苏金珍副理事长。还有一位呢，就是在任何比赛都拿下世界纪录，我们最年长的老顽童，九十七岁。好，我们大家要向他看齐。好，再来中华羽协，我们的大家长还没到，但是呢，我们另外两位伙伴到，先介绍我们的副秘书长林怡南，我们的常务监事巫正彦。还有一位呢，他虽然不打羽球，但是我们很多事情都要麻烦他，对，就是选手要念书要麻烦他，选手要受伤要麻烦他，我们的市立大学曾国维曾教授。之后我要介绍我的副秘书长，先介绍我们的林仁成老师。好，还有一位副秘书长，大概应该没有人不认识他，他不是人，他是熊。好，来我们的北极熊，是从赛前忙到赛后，我们的竞赛组组长杨继美老师。那刚刚丽华姐介绍过了，我们的纪录组组长。那现在介绍我们前一任的秘书长，他服务羽球界，刚刚他说服务了42年，跟他的夫人，我们欢迎陈家燕老师跟赖老师。好，还有我们台湾的骄傲，我们的国际裁判张文蔚裁判长跟我们的夫人。好，还有这一次我们全民羽协的裁判长，两位裁判长，我们的刘裁判长跟胡裁判长。谢谢带领我们所有裁判，我们比赛时间到才去比赛，他们很辛苦，8点开始比赛，7点要去场地，比到9点他们10点才能回家。好，跟 7-11 一样，非常谢谢大家。那下一位要介绍的就是我们羽球界的大家长，非常英俊，非常年轻，非常会喝酒，非常会唱歌，最重要的球也打得很好，今年会长杯也有参加，我们中华羽协张国作理事长。我父亲常常跟我讲，他说打羽球应该大家听过很多次了，他先规定我们家
每一个人一定要会三件事，第一个是打羽毛球，第二个是唱歌，第三个是喝酒。好，三件事他说一定要会，不管比赛输或赢，你一定赢得三件东西。第一个是健康，第二个是快乐，第三个是友谊，对不？这样讲有对啦哈，大家有没有赢得健康、快乐、友谊？有哈。这个新的理事长好不好？好哈。啊，我从去年十二月交棒，我就一直在监督。啊，青城杯与你有约，会长杯，今天可以给他99.9分，不错。透过我们认识的官员，一直向高层来反映，希望很快很快的给我们一个羽球中心。200万的羽球人口，居然没有一个专用的羽毛球馆，啊，所以希望我们现任的全民理事长，还有等一下要莅临的中华羽协理事长共同去努力，而且我认为不应该只有一个，啊，北中南都要有一个，啊，比较合理。因为我父亲的影响，所以1993年我在中国厦门创办了全球华人杯。现在每一次单项赛都超过4000位好朋友在参加。我们11月1号在四川成都要举办第25届。会超过5000位羽毛球朋友来参加，因为成都它有标准的羽毛球场地，80片，啊，中国大陆啊，强过台湾太多太多了。我相信现在我的身份呢，去中国大陆一定比蔡英文还受欢迎。很多境外的朋友要离开，在这里就祝大家一路顺风，中秋节快乐，我们成都再见，谢谢。那我想呢，羽球真的是让我们能够健康又长寿的运动啊，在这里呢真的要谢谢我们吴文达啊，最老会长啊，我们吴俊彦会前会长，我们现在的吴一伦会长，让我们的全民羽球能够蓬勃发展，每一个人都爱好。我们的亚运的成绩也是有史以来创下最好的，我们有1金1银2铜，那我们现在有世界的球后戴资颖，所以我们现在也积极在全民跟中华羽协我们共同努力支持下，我们要去努力来争取我们的专用的国际级的羽球场，来再来，我们要在台湾，我们要积极争取更大的国际赛事。那在此很高兴跟大家能在此一起共度这么美好的一个餐叙，谢谢大家，谢谢。北京团的朋友们，我们高兴不高兴啊？我们非常感恩我们的吴会长吴俊彦先生，对我们北京老年队给予了可以说是20多年的关怀和支持，我们给他掌声好不好啊？祝愿全世界羽球人一家亲，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祝愿全世界的羽球人明天更美好，更灿烂，更辉煌。谢谢大家。我代表我们北京老年队赠送吴俊彦吴会长的奖品，高级智能拍1599，表达我们的心意。Thank you.
甘愿为爱拼一生，查某人的心甘愿为情来牺牲，对你这段情是愈久愈坚定，爱一粒心也会变甜，无奈今夜雨会停，啊今夜雨这呢，咱的情念万天念万里，分开咱的心情，心痛是一定，一段情恨在心肝底，心爱的，再会，再会啦，一段。我知心内是相亲有过月，难免相逢的机会，啊阮的情情苦味一定会洗脱，想要万年永远到月亮。难得今天中秋节前夕，没有因为任何其他原因，只因为羽毛球，就这么简单的吗？好，因为羽毛球，那因为羽毛球，大家牵起了这一份情谊，大家一起开心在那边同乐。我们唱一首生日快乐歌，献给全民羽协，献给明天即将生日的。第一首是快乐的生日。羽毛球，大家天天都像过生日，天天。